大家好，我是嘉禾助教心理治疗师 Eldon。照顾者疲劳是一种情绪、精神和身体疲劳状态，由长期和沉重的照顾压力引起。由于照顾有特殊需要的孩子是一种长期的责任，而且产生的压力可能特别使人喘不过气。你可能要面对数年甚至数十年的照顾责任。照顾者疲劳的原因，我的服务的障碍。也包括优异服务、医疗保健、教育和娱乐服务，在那种的紧张关系，比如婚姻不和，或如何解决优异的分歧，不切实际的期望。许多照顾者希望他们能使孩子更健康、更幸福，可是对有特殊需要的孩子而言，这可能是不切实际的，无法控制。许多照顾者因为缺乏资金、资源和技能，已无法有效地去帮助他们的孩子，这都使他们感到沮丧，不合理的要求。于是，照顾者对自己有不合理的期望。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认为照顾孩子是他们的天职。此外，一些家庭成员，比如兄弟姐妹、成年的子女，或者是孩子本身，也可能对照顾者有不切实际的期望。照顾者疲劳的症状。对从前享受的活动失去兴趣，减少唏嘘朋友和家人，失眠或者是睡眠模式的变化，紧张、烦躁、忧郁、无助跟无力感，物质滥用、播酒、吃烟或是暴饮暴食，难以集中注意力。照顾者疲劳的预防方法。跟你心仪的人谈谈你的感受，寻找朋友跟家人的支持，善用社区的资源，了解自己的界限，并接纳自己的限制。对孩子的期望要切合实际，明白和接纳有特殊需要的孩子的特点和限制。先照顾好自己，照顾者需要自我调整，以避免过度的疲劳在身体。营养跟精神上照顾好自己，可以让你更好的照顾你的孩子，意识自己的需要，并特意的满足他们。寻找专业人士的帮助，许多治疗师、社工和行政人员都受过培训，可以帮助你们。请记住，标签跟歧视不会帮助我们身边的人。如有需要，寻找专业的帮助。